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是 Icon Mo 的 Icon，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这个按摩枪。那你会问我按摩枪有什么好介绍啊？那这个呢按摩枪是有一点不同的，因为呢它这个头呢是用了石墨烯的，也都有红外线的发热的。那红外线发热有什么好处呢？它碌的时候其实会有些温度的，那它可会令到身体会有血液循环得很好的。那它的温度呢大概有几多咧？佢嘅温度大概就系45至42度嘅温度嚟嘅。嗱，咁呢个盒咧，其实喺上面咧，佢都有介绍每一个头嘅用法啦，亦都用喺边一个部位嘅。咁而家首先我介绍咗呢一个石墨烯呢个头先。嗱，咁佢开关咧好简单嘅啫，就喺个底部。阵间我会 zoom 俾大家睇下底部有个开关掣嘅。咁而家我就首先开咗先。开完之后咧，你就会见到咧佢个。这个位置就会有一点灯着了的，会有灯着的。咁后面就是一个操控器嚟嘅。咁阵间我会再宣俾大家看看介绍这个嘅。咁首先我开了它先啦。中间这个太阳这个位置就是代表它会发热的。咁我而家开了，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到，其实它很细声的，它真的超细声。我试下不讲给大家听下，好细声。咁按落去，哇！你而家已經 feel 到，我已經 feel 到咧，係好暖啊！冬天用咧，其實我覺得會好舒服噶。咁琴晚其實我只腳抽筋嘅，通常抽筋完之後，我先對抽筋，係兩隻腳呢只抽完到呢只腳抽，哇！抽完之後咧，第二日咧係呢個小腿位咧行路都覺得好痛噶。咁我醫嘅時候咧，就一定用按摩槍啦。哇！用落去真係爽啊！有時膊頭位，我哋始終坐 office 多啊，對住部電腦啊，呢啲位其實都真係扯住痛，甚至瞓得唔好嘅時候都會痛嘅。咁呢一個微温咧，係會令到我哋好舒服嘅。咁呢個頭其實咧，我覺得係全身都可以用嘅，甚至乎有啲坐骨神經痛嘅位置都可以得到舒緩咯。咁我介紹埋另外一個頭先。我给大家看看，它还有一个波波头的，我觉得它的波波头是比其他一般按摩枪是比较压迫了，它的波波头是比另外一些、即其他品牌的、按摩枪是再大一点的。换了很简单的，拿它出来就可以了。这个波波头都真系几大个，我再示范下呢个波波头啦，开咗掣啦。呢个波波头大个有咩好呢？其实可以除咗呢个位可以撞击到我哋酸痛嘅位置啦，你侧边都得嘅，侧边都可以嘅，侧边都可以嘅。好嗱，呢一个咧。就是可以有啲好尖咧，其實可以鋸腳底嘅，好多人中意用佢做腳底按摩嘅，就係呢一個位咁樣鋸鋸鋸咯。你睇下而家開住呢個同你哋講嘢，其實你都唔會覺得佢好嘈，因為其實好怕啲按摩槍咧，都狂狂狂狂狂狂咁嘅聲嘅。咁呢個係一啲都唔嘈嘅。咁呢個仲有呢個好似 R 叉型咁，大家見到 R 叉型嘅，咁佢可以按邊一度咧？佢係按喺一啲肩頸位嘅，即係喺一啲頸部嘅位置啊，係超舒服噶。咁佢仲係咩插頭咧？佢係三腳插頭嘅，大家見到係三腳插頭。咁佢仲喺入邊咧，仲會有多一個袋俾大家嘅，方便佢收藏。仲有說明書就唔少得啦。咁呢個咧係有一年保養嘅。好嗱，呢個按摩槍咧，佢點樣開嘅咧？嗱，一支啦，咁樣啦。系啦，咁喺个底部开嘅，呢、這个就开关，推上去之后咧，你会见到呢度咧，呢个圈圈咧系会着咗灯嘅啦，即代表佢已经系开咗。如果你想去热咧，因为其实呢一只产品咧，佢会发热嘅。香港暂时好似佢系得唯一一支按摩枪系可以发热嘅啫，所以呢个系值得买嘅最大原因。跟住你见到佢有三个模式嘅。按呢个掣，见到佢有个太阳，即系代表佢系会发热，拣佢发热。咁如果你唔想佢发热嘅话咧，就按多一下，
咁佢呢個唔著燈代表佢唔發熱嘅啦。咁呢個咩模式咧？呢、這、一個係一個好平均嘅模式，係適合一啲冇咁攰嘅時候去用嘅。咁跟住之後再去啦。呢、這、一個模式係好似一個又高又低，又高又低，又高又低嘅模式。咁呢一個咧就係、是、循序漸進嘅模式啦，係會好似梯級式嘅，你見到好似個梯級咁，就會係由慢突然間會好快，跟住再快啲，跟住之後佢再會落翻去慢、中、快咁樣嘅模式嘅。咁嗱，呢個掣就最簡單啦，呢、這個掣就開嘅，開啦，咁佢見到佢係震啦、喐緊啦。跟住如果你可能突然間你想停一停佢嘅，咁你就可以撳呢一個，就停咗噶啦，係啦。咁其實咩模式都其實因翻個人喜好啦，咁樣我自己就比較中意用呢一個嘅，又快又慢，又快又慢咁樣去舒緩啲肌肉痛楚嘅。